我的抽象树根系列呢，其实一直是我风景的延续，所以有一种就感一种愿望吧，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自己的想法注入到画面上去。那我还是画我的树的主题，我的风景画都是以树为主题的，那树根呢也是以树为主题的，它只不过是就是说带有一种抽象的形式和抽象的颜色，把自然界当中的一些颜色呢就是单一简单化，就是说形式上更简练，